去那边给到完了，去年我们没有进，没有人要吗？哎，总算，原来社团应该是可以申请的，我们今年就是。是是是。哦。以前他们也有过啊。哦。有有哎，然后。我跟你们大家解释一下啦，尤其是神庙跟香火会啊会馆啊，啊，其实我们非是来初步的拨款哦，是可以给神庙、会馆、社团、法团、组织。NGO申请的，然后呢，每一年都一样的，无论谁做政府都有这一笔钱的。国门做政府有，国政做政府有，西门做政府有，环节政府做政府也有，只是那个钱的数目不一样。好像2018年那时候我们西门做政府就1000万了，然后到了国门做政府就变到400万。我们接手的时候500万，去年变600万，今年变回1000万。 每一年都有那个钱的，可是哦，那个钱每一年都用完的，可是你们拿过吗？我们做之前，去年没拿吗？第一次拿吗？去年我有 check 吗？以前没有的哦，可是钱用完了，啊，你们自己知道什么故事啦，所以我跑了这么多个地方啊，好像那上个星期我跑太平洋23间，只有一间曾经拿过不了，啊，粤东古庙啊，如果没有记错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下来哦，我们要确保这个钱真正会到啊。 好像去年这样，我来这里给10000块的模拟支票，你们也说1000块吗？没有少一个零吗？是吧？没有给人家凑18000，没有给人家凑28000吗？这种文化不可以有的。然后今年我们给15000，好像校友会这样，好像华校的组织啦，我们给尽量帮忙。好像华校，你们是校友会吗？人单什么学校啊？公立学校。公立学校，OK。 我们好像董联会，霹雳州董联会啊，是负责独中啊、国中啊、华小的嘛。我们每年，我们从去年开始。 州政府啊，YB林科敏他身为我们的霹雳州行政长主席有交代，我们要照顾华教的组织。好像去年啊，他也交代我要拨100000给董联会，今年我们也给100000给董联会，啊，好像校友会这样，啊，董联会整个州吗？校友会一个地方吗？不可能给一样的零吗？就少一个零哦，就给10000块咯。啊，我们都会尽量帮忙啦，尤其是华人的组织，因为这个政府没有华人支持，也没有这个政府啊。 基本上你出街10个华人，9个是投，行，九个是投希望联盟行动党的，然后1个是没有出来投票的，啊，投马华那个应该是投脑，比较傻傻的，啊，然后现在的情况呢，我们也不能自满，我们也不能骄傲，我们一定要确保人民继续出来投票，可是你不能5年不做工叫人民出来投票的吗？ 如果我们5年不做工，然后5年过后托尼跟你讲出来投票，你应该会打高好不好？啊，你应该不理他了。啊，可是如果我们年年都有做工，天天都有做工，每个月都做工，到时候叫大家出来帮忙投票，大家也心甘情愿嘛。我们也帮到华校，也帮到社团，也帮到会馆嘛。我们等下去 Greek 也会给广西会馆啊，去林工也会给中华工会啊，这些东西我们都会给的，都是一视同仁的。 只要你有在4月15号之前申请啊，我们都会帮忙。好像 Tony 这里迟了一点，可是还有跟我单身啊，我跟他讲没问题，我留给他啊，因为去年都跟他过了嘛，对，大家都是一个合法跟合理的东西嘛。啊，还有一个东西我要跟大家讲的，今年呢、啊，我这两年我们这样子给他，明年换了行政院都好，后年换了政府都好，大后年换了州务大臣都好，我们可以确保哦这笔钱哦，大家知道怎么申请啊。 啊，你们不会因为一定是要我做行政院，你们才拿到。我们要做下那个制度下来啊，就是公平啊。以后换了一个人做州务大臣，你们也知道怎么申请吗？然后你们也知道这笔钱不给人家吃掉啊。啊，你们是有资格跟有权利拿这个拨款的。啊，所以你们要大家出去传。啊啊，不要讲什么换了政府没有改变啊，改变几多？你看庙都拿到钱，校友会都拿到钱。啊，而且没有，而且没有给人家抽佣。 大概是这样子啦，我们移交个模拟支票，然后我们去校友会，好不好？在哪里移交？跟去年一样，这里。跟去年，这里。好的，来。要三千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。校品啊。对，手上的有。来。
上午会心情不好吗？在。明年以后啊，就知道了。这里一间学校吧，一间好像吗？你的发展观有讲，要把自己的那个矽矿厂带出那个新加坡了，就这些。去年有告诉我，我是觉得这个不错，这个经，我们有可能会做一个模型啊，小个的，然后就放在那个给那个什么文丹新做的曾经这个矽矿厂。现在在无人知道在判定。哦，其他的中香，清香啊，清香。我们知道林丹啊、西方厂啊、神庙的，你之前有讲过的啊。要我们要做。今天我们做了二百八，后来呢有客户来，他们有经过，他们就上来就做这样子。这里是什么人多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客家话。客家话。你的东西我不怕。拿到我们这边来做事啊。你的文件也齐全，所有东西你又会做啊。没有啦，主事有交代我了，就是外宾你跟人家交代，我们一定要过好北部的通知嘛。因为我们外宾是，你看我们有资源，我们就下来帮你们了。交给你，要没当呀？来，全部上来，来。周行政議員啊，吳家良同志啊，嚟到壇前啊，添豐香油捐款我哋啊，包紅廟啊，希望保佑啊，國際民安事事順利啊！还在种着啊，那个地方还在种着。听到那声音就是劳力走着了。全马应该剩不多了。最近上两个星期有一个华人驾驶机的。117年。你家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就在这里。这里家了。来，不仅进来，全部进来。别，我在这里。来，进来。再高一点。再高一点啊 ，OK。OK 啊，全部一个 like， 来，全部一个 like。这里矮一点，门口营销有那个名字吗？有。下周会的。有。看到。人都有。啊，你好。